哈，拔豆标，拔豆标，哎，走。嘿，小声一点，阿公阿妈在睡觉了。你看他说不要哎、欸，那我要带他去 daycare 了，不然会累。哦、oh, ，Aso 要不要？你看 Aso 不要。只是这样，我就需要花多一点钱。啊？为什么要花多一点钱？才能给 daycare。啊？为什么？因为才能给 Aso 啊。可是我不想要。可是我觉得 Aso 不想要去 daycare 哎、欸。Enzo, you want to go? Enzo, 你有要去吗？要啦，你下去，不然我就不， Enzo, 不然我就不给你去学校。哈？如果你不去的话，啊，他不去 daycare 又不去学校，那你要 take care 他。Enzo, 要不要去 daycare? Enzo, 看我。如果他去 daycare 的话，我才会带他去学校，知道吗？要啦。学东西哦，对啊 ，Enzo 要去学校啊。如果他去 daycare 的话，才能去学校。如果他需要去 daycare 才能去学校。进来了。哎 ，No, don't force his leg， 他这样脚会受伤啦。OK。哎，你看，哎都。啊 ，no， 不行啊！你看 ，he doesn't want to 来。来 ，Enzo。他需要，不然我不想花钱。你又不，又不是花你的钱，是花我的钱啊。那我不想。Enzo。花钱给 daycare。那你还，他还是要去学校，还是要花钱？来 ，Enzo。需要去 daycare 才能去学校。哎，不要踢 stroller。需要去 daycare 才能去学校。好 ，Enzo， 看我 ，You want to go？Enzo。Enzo, you want to go? 这是大笑的话就是要。Enzo 大了。啊 ？Enzo 是一岁了。I don't think he wants to go. Enzo 才一岁。好了，丽妍，我们要睡觉了。